不同段位的老师上网课。你这孙悟空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，请问十万八千里是多少米？罗先生回答一下。啊？这是科罗门。哎呀，那罗日玛你来回答一下。哇，有科罗有。哎呦啊，今天的网真的是，哎，下课下课。十万八千里是多少米？我看哪个同学能回答一下。我怎么感觉大家上课不是那么积极？那这样，老师在班级群里发一个红包，活跃一下气氛。红包。啊、又砍了呀，这个我们真累、老师砍了耶，砍了耶，第一门毁装考五不毁装考门上课了，你们找老公到底哭十万八千里是多少米，老师我知道，我不着急不着急，哎罗先生你先吧，答案是5400万米，好好好，我们继续，今天的